90.8挑战卫冕者，欢迎我们的卫冕者张嘉瑜。大家好，嘉琪姐好，大家好。就缺临门一脚了。对，今天柳红林特别来帮你加油了。你的乡亲也来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亲朋好友都有来，包了几台游览车，一台游览车，一台游览车，所以你的压力多了，压力十足了。今天带的歌曲是《美丽高原》。哎，到底来什么秀？家庭一定是从小就栽培他。嗯，你看，能唱能跳，能文能武啊，对，能劈腿，能拉筋，能倒挂，能倒，对不对？小提琴，筋开腰软，会旋转。对，而且唱歌还一面拉完还跳芭蕾舞，跳完再拉小提琴。就是对啊，你如果小孩子有的志向，从小就应该栽培，嗯，不能半路出家，对不对？对。